昨年ですね、私は台湾のシンクタンクのシンポジウムにおいて、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、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あると申し上げたわけでありますが、これは私の危機感の表明でもありました。私が提唱しま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構想とは、日本や台湾が位置するこの広大な海は国際法の下、自由で開かれた海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す。当然武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。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说法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湾没有什么总统。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，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，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。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。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公然与台独势力勾结，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，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，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没有任何可比性。台湾是中国的事，不关日本的事。日本国内一些人将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，鼓动在对台关系上搞突破的动向，是危险的，也是徒劳的。我们严肃敦促日方和个别政客深刻反省历史，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基金承诺，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官方往来，不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，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，停止挑衅滋事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，民进党当局借机操弄话题蛊惑人心，为台独主张张目，这纯属枉费心机。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花招，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，阻挡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大事，也挽救不了台独势力终将覆灭的结局。XO 酱不简单了，他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，你才可以吃到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 XO 酱。好，扫描这个 QR code 啊，或者上快点购，你就可以享有折扣，把顶级的 XO 酱给带回家。